建年34岁嘅周永恒同赵仲瑜离婚之后，最近被发现入纸牌期，同32岁内地女友 Britney 陈薇注册结婚。呢日 Britney 仲喺社交网站晒婚照，虽然壮甚甜蜜，不过佢留言话：可能我拣咗一条最艰辛嘅路，但系无论如何，我都会喺你身边支持你，陪住你行落去。而 Roy 都上载咗着住礼服嘅相，加上陈奕迅嘅歌词《任我行》，表达心情。当年周永恒同赵仲瑜惊爆家暴，又传出有第三者介入，结果搞到离婚收场。一对宝贝女都跟阿于生活。对于前夫再婚，阿于呢日就表现冷淡。都是记者朋友问我才会知道的。其实我知道，因为啱啱离婚手续是半年前才完成啦，咁咁快又收到阿 Roy 嘅再婚嘅消息，会唔会都觉得很愕然，或者觉得有啲急咗？冇任何想法同冇任何想法咯，呢件事。我想呢件事都是交翻佢自己去想啦，咁即係作為，即係反而我作為媽媽，我會想媽媽的事情咯，係啊，即係諗小朋友，我幾時會同佢講啊，點樣處理啊，咁多呢啲位咯。阿於坦然將心機放曬喺一對寶貝女身上，由於個女就快升讀小學，所以佢笑言暑假唔會去旅行啦。